你看有没有？起来，这样，你看我的剑，这样，你看，这样，没有掉，你变成掉了，你变成这样，哦，这样就变成歌了，哦，我是这样，我是把你的剑，这样，下来，嗯。不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翻，这样翻。剑尖没有倒。哎，平的剑是平的，剑尽量平。对你，所以你的人要动。你看，下来我的人要下来，起来，手也要。你看，保持到剑是平的，有没有？下来，要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，你看往外伸，进出，下来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哎，不对。你变成这样子，对，你变成这样子了，是这样子，伸，往外伸。你那把剑太重吗？太重你更要，你看，太重你更要松，你看，这样更要松。你看，放出去松，你看，放出去，你就是肩膀在转了，你看。放出去啊，拿那个重的剑的，你们看哈，你拿重的剑啊。 Hello， 来看，你拿重的剑，比方讲这个夫，你拿重的剑，你的手臂要放，手臂往外放，你看，手臂往外放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你看我的身体走，肩膀在转，到这边下来，你看，身体走，你看，身体走，我的手几乎没有动，你看我做大也是一样，走，身体走，你看，所以你不要去用手做，看不懂，往上也是一样，往上，你看，到这边，到身体走，落下，身体跟，所以你的人要有起落，你的人，你的手要有起落，你看，到这边了，身体走，都是在身上。哎呦，听不懂。你用越重的剑越帮助你把肩膀开，这个手臂你这样练完，这个手臂就跟拧麻绳一样，产生出那个力量来。所以不要用手做，不要用肩做，听不懂？剑在这个地方，就用身体，肩松掉，你看，身体走，剑就翻了，身体走，翻了。看不懂？帮助你从核心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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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卷，去卷这个剑。这个讲法应该不对，可以说剑里面有鞭法。剑里面什么？鞭就是软绳。哎呦，你不要讲这种东西嘛！身上有什么兵器就有什么嘛。对，你不要讲它像兵器是一样的。对，你的身体怎么用它？对，看你身体有什么条件啊？对，当然。看不懂，
啊。啊，你把手放出去，手往前伸，手往前伸，你先伸，肩放掉，肩放松，等一下，肩放松，有没有感觉到剑把你的肩膀往外开？哎，有吗？你就保持到这里，然后用身体，你看，转动身体，肩关节就转了，转动身体，肩关节就转了。肩关节转了，带动手肘，肘关节带动手腕关节，这样就不要用到那个力，根本没有用到手的力，你没有圈了，没有圈。